大家好，我是峰哥。本期的军模战场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由 HM 公司所推出的1:72美国空军的 F-35A 战斗机的合金成品模型。这款 F-35A 它的涂装非常的特别，它是来自于去年才重新成立的美军第65入侵者中队的一架 F-35。打开它的封盖，我们看一下，似曾相识的迷彩涂装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开盒来看一看这一次的 F-35A 它的做工到底如何。我们来看一下 F-35A 它的一个武器配置情况，应该说它的小零件是非常多的。这给到了有4枚激光直导炸弹，2枚吉达姆的炸弹，2枚120中距弹和2枚响尾蛇的近距弹，可以替换开启的座舱盖，1名飞行员起落架，各种舱盖和支架。 HM 的 F-35 模型我其实开盒的并不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最大的问题，我对它机身表面的这些类似于浮雕一样的凸起啊，我是不太能接受的。再一个就是它的尾喷口啊，尾喷管太细了啊，太细了。除此之外呢，我觉得它的整体外形应该说还是可以的啊，就是这样的凸起。如果你能够用啊刻线或者说是用分色啊做一个处理，我觉得会肯定比现在要好很多啊！你看太过分了啊！你看这个太过分了。你作为一款隐身机，你搞这么多的凸起，这个隐身效果怎么来实现，对吧？来看看它的一些其他部分的细节啊。一硬的话，应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啊，非常多。包括你看这个夜间编队灯的一个荧光的效果啊，也非常好。座舱盖的密闭啊也是很不错的啊，都是非常严实，并且有一个深褐色的一个浅褐色的一个处理。包括内侧的黑色的加强筋啊，垂尾啊标识，它是驻扎在内利斯空军基地啊第65中队假想敌入侵者，编号是5021。5021。机身腹部的一些细节啊，它的一些仪印也是比较丰富的。光瞄设备，透明件。涂成白色的啊，进气道内部涂成白色。它的最大卖点毫无疑问是它的迷彩涂装。那我们一看就知道了，这是模仿中国空军歼20的割裂迷彩涂装啊。前起落架、舱盖上的仪印细节做得也非常到位，固定的。OK， 拆到底。两边的舱盖千万不要去压，它固定的不是很牢，胶水粘的不是很牢固啊，吃过亏了。再压压紧，顶一顶。好，它的内置弹仓安装会相对复杂一点，如果你嫌麻烦，直接把它的飞行模式这个舱给它盖上啊，也是没问题的，可以的啊。那我们的安装时候呢，首先可以把它的导弹先给它装上。卡槽，我们安装它的吉达姆炸弹，这个是没有左右区分的啊，给它先卡进去，不然的话你到时候装舱盖会装好以后再安装就比较麻烦了啊，直接给它卡到底，卡到底。对侧也是一样的。好，这里有两个卡槽，两个洞啊，给它卡进去。
我们看一下，对一下啊，是这两个没问题的。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，踩到底，踩到底，对，踩到底，好，看一下结合，贴紧，啊，就 OK 了。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啊。插进去，贴紧，贴紧，但是啊，注意看中间这个位置，它是有一个支架的，就是安装支架的一个补盖，我们要给它先装上，不然到时候你就装不上了啊。这个给它先装上，好啊，OK， 好，我们看一下它是有左右区分的啊，这个是右侧，右侧它有一个 R 啊，看一下插孔的角度啊，是斜向下的这么一个插入。就这样子了吗？好，看一下，那只能是这样子了啊，到这个位置差不多了啊。哇天哪，只能这样子了啊，只能这样子了。好，外侧的舱盖它有两个洞，插进去，好，贴合紧密，就这样子了。起落架，金属的，卡到底，这个洞给它卡进去，好 ，OK， 好，对啊，这里有一个，所以安装 F35 呢，就是考验你组装舱盖和武器的呢，怎么插不到底呢？缝隙还这么大。我插到底了啊，还是存在一定的缝隙的。后面的一个舱盖，插到底了，依然有缝隙存在。另外一个，别跑出来，别跑出来啊！有点松，感觉这个起落架固定的还是有点松的。插到底就只能这样子了。它这么短的一个主翼啊，它也有三个外挂点，外侧的响尾蛇 OK， 它的卡槽插槽啊还是比较浅啊，所以说它的固定呢并不是很牢固，应该是比较松垮的啊，比较松垮的。我换一个试一下，这个会不会稍微好一点，
稍微好一点。好，OK， 那这样呢，这架 F35A 的所有的武器配置外挂都已经安装到位了。机体不大，但是武器配置还是非常强悍的。这是 F35 的飞行员，软胶材质，看上去并没有提供一个苍蝇头的头盔啊。坐进去，这是一个开启状态的座舱盖啊，向前开启的，我们给它安装一下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来称一下这架 F35A 它的重量有多少。重量是212克。先进点评 ，HM 的这款 F35A 战斗机的模型呢，应该说整体效果还可以。首先，它的涂装还原度比较高，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。但它的老问题哈、还是非常的明显，就是它机身表面的浮雕效果，让人无法接受。除此之外呢，它的武器配置还可以，小零件。个别零件安装有点松垮，比如说它的这个起落架啊比较松。喜欢 F35 的小伙伴也请慎重考虑。好了，本期的军模现场视频呢就到这边了，喜欢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